我看你一只泡下尼久啊，一点都无感觉无爽快。你应该定来泡温泉哦。因为我的脚腿要受伤过，然后一个病尾，只要天气一变化，我的脚腿就会痛个了。我泡温泉通火咯，我的脚腿感觉更加爽快。啊，脚受哪受伤诶？听起来不哩严重诶。我的天气也差着，规个痛过啦。哇！ 啊！你唔着听到死，你个时阵我啥物听，感觉拢无，因为我的心搁愈疼。迄当阵着急要救老爸啊，用公公无注意，全跌倒，结果后头脚的铁皮也擦咧，骨也烫过，就安尼啊，吊伫遐袂得袂动，人就救袂着啊。结果我着目睭金金看我老爸死在我面头前。 是的，我唔是挑工提起，互你想到过去伤心的代志啊！你戆囡仔，这跟你什么时代？你唔知头唔知尾，是要怪你安怎？你像迄几十年前的代志啊，感觉足遥远，未如是顶世人啊发生的代志同款。我讲话无经话，你顶多甲我安慰，你是对我足好的呢。 看久啊，缘得会浮。讲实在，我感觉咱两个会合。而且哦，我唔是凊彩有白对人好诶，我真有自信，我绝对袂放弃。有听你安尼讲起来，我绝对袂闹你老亏诶。黑棋投顾到目前为止，完胜的战绩，绝对袂当摆伫我遮。 老实讲，其实这是我头一届甲长辈做伙泡温泉。你唔通误会咧，我唔是虾米老啦。哼，我就唔是老顽童，我当然知影我唔是少年家。我拄则来甲你看是，我感觉意外。听你安尼讲，你好亲像捌甲恁老爸做伙泡过温泉。 啊！你甲恁爸爸感情敢毋是真好，真亲密？啊！我歹势，我毋是超过要趁你思念的代志，我是甲你关心啦。无代志啦，我只是毋知影要怎甲你解释，阮爸仔囝两个人的关系。你真爱，也毋过搁惊伊对无？一般人拢认为讲啊，老爸脑在掉啊。 囡仔嘛一定有在意钱嘛，因为你的老爸伤过优秀，你惊你落去袂过，甚至你惊讲你会下一个民族，所以啊，你总是有你家己真大压力，逐工啊过了安尼真惊吓。不是我爱讲你呢，你真正哦伤过为难你家己啊。刚才我你看出来呢，哎，做人哦。 得爱博啊！啊，不过你安尼嘛是一种磨练啊。而且你心内嘛一直咧想啊，要安怎超过恁老爸，我嘛是想看到你这点，我才会选择要甲你合作。行行袂着顶，对家己也要有信心，安尼你的愿望啊才有机会成真。想得对啊！多谢你的鼓励，你甲讲起来话，对我真有帮助。好啦。 那我那来烤箱烤者，我那无准时，我今日定时会袂啊。哎，老夫妻已经派人咧找撞见定师啊，罗文尧嘛走去咧吊棚店的监视器为凭，一切按照计划进行。电话掉，袂当出差错。 我咧面色怪怪，什么代志？无啦，我前手传讯息，我讲美国的股票啊，无什么重大利空的消息啊，啊，结果莫名其妙500几点，啊，我注意一下。
原来是安尼啊！安尼应该不给影响到明仔载顺辉股票啊？没啦，医药生技股哦，可能受到美国股票影响。而且顺辉啊，伊的未来我甲断好好啊，好断。啊，你正则哦，就是伊。康爸爸啉酒啊，所以哦，才会这么紧的醉啊。我问你，把东西干嘛要啊？出什么物件来吃？你要煮物件啊？啊，这个唔介困难。我煮的物件啊，虽然啊，甲餐厅袂比起来，啊，不过至少营养够卫生啊。其实这间饭店哦，我有哪有投资？饭店的人知影我爱家己煮食，所以啊，下落一寡食材放伫冰箱内面。听起来我有口福啊！诶，食物好无？你决定就好，我啥物拢食，就好水道诶。哇，袂歹诶！我们也算讲大少爷哦，应该结一个什么亏？你拢无，安尼我就做落来哦。我看你遐尼无闲，也是咱规期叫 run service， 你就当无闲你的代志啊。哦，不要紧啦，这手机啊，伊行事历啊，日常提醒尔。你要坐下等者，随后。到底是啥一直传讯息哦 ，Jerry？ 可以跟他真要紧嘞。讲起来，我甲杰瑞先生无偌久，伊就叫你阿萨利摕三亿出来甲我投资，对我阁叫你优先，真哩强。那有可能只是因为导演，爸爹来讲，反常必有妖，敢讲伊接近我，是有目的个。你做啥创啊？你要坐咧等啊，没睡好。我看你讯息一直响，我手机这么无用，规日我帮你看讯息好啦。这，这是我的后生啊。你到底在骗什么？没你什么呀？你好生，伊在十二号的时阵啊，出意外就变作植物人啊，但捌精神过，拄只手机啊会亮，最后是咧甲我提醒，伊的生日要到。所以我才会把 ICU 的监控画面拍开来看伊。歹势呢，我拄只喊你无礼貌，实在真失礼啦。你无唔对啦，伫个生理正常啊，就算讲是合作的 partner， 同款的保持警觉心。今仔话做我是你啦，我面对一个人安尼神神秘秘哦，我同款的提防有戒心的。所以，若真正要怪，就爱怪我，无对你个代志讲清楚。我实在是，我是歹势啦。不要紧，真正不要紧。早班啊，拢爱和你甲我学生熟识啊。其实啊，我会注意医疗生技股啊，有真大个原因就是为着伊啊。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医疗界一定会找到办法救伊，会当和伊。要叫我一声爸爸，我伫只心中甲你道歉，是咧。卖去主席啦，也是咧等，明天好。
你还留着的？哦，为了是翘翘人啦，有光头就知尾。来，留你看，我袂叫醒吼，我等你陪。啊？来，看详细啊。喂，夫人啊，你脚是受伤的呢，唔得较细腻耶。你别笑了，当初是我叫你模仿伊的手臂，叫你想完你就爱烧掉，你竟然搁留着的，你想到可恶呢你。哎呀，老夫人啊，你嘛别用去怪我，我做这道的哦，本来就细腻，不是笨，我总是要留一手啊，对不？安怎？要好阿婆啊，嗯？各位唔免讲，你要换多钱，再紧甲这张给我。无多啦，我只要3000万就赢的。机票和温阳，顺便用机关一照，可以卖到来楼价零做几张。银行账户了吧？哈哈哈！哎，到了产后啊，来，麻烦你哈。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那是当然的啊，无问题吼。来，会当回啊。嗯。狐狸。多谢你，哦，你够慷慨啦！钱已经提了，你就照片照去啦。想要想马上飞出去，死死出去，伊万万搁倒来。我跟你讲，我的钱嘛是会加人的。你是有某囝，恁全家伙啊，有钱通好赚，上好是为了苗头好开。安尼你是听有清楚无？有，非常清楚。夫人，这你放心。从今以后，你当高枕无忧，唔免烦恼啊！来，狐狸，来，我来跟你做事。我看到阿姨就在这附近，这条巷摸唔到啦。你来伊的位置哦，拢无叮当啊。这拢是卖果冻的店面。阿姨无过伊脚受伤，专工走来这样远的所在。爸，阿姨一定有问题。来地下啦，卡细滴，我来叫我看到啊。喂，收了未？多谢你嘞，代志解决啦。嗯，明天请你吃饭，拜拜。夫人啊，咱都行哩着急嘞，加坐坐啊，为着计程车，无我哩紧来嘛。是啊，离我较远嘞。